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正对不起你，我是因为富贵看起啊，唔只会做出这么侪伤尽天良的妖兽代啦。老婆啊，我是真正后悔啦。你敢会当靠得了咱互相以爱这么侪年的分享啊？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啊？我跟你无话通讲，给我放开。老婆，这个离婚我袂当签啦。真正我是因为各种的压力，所以我唔只会走进去。我真正是因为目睭高着老嘛，唔只安尼是非不分，做出这么侪戆代志。也不过我这摆去真切啊，所以我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好无啦？你若真心想要悔改，就给我放手，然后签约。老婆啊，咱阿母这么侪年呢，你敢内心讲放就放啊？佮卡讲甚物？阿母遐尼侪年，你敢讲我唔敢听啊？江律师啊，我了解阮太太讲话，敢会当拜托你莫插嘴啊？我无想要甲你讲话，更加无想要听到你的声音。啊，老婆我，哎，老婆，你是不是白囝啊？老婆，你之前伫大家面头前讲你的囡仔无去啊，你是咧骗我对无？当然嘛不是，我是因为看到你伫只假身，我感觉冰棒，我感觉想要吐。给我放开！老婆，你袂当安尼骗我，这个囡仔是咱阿公未来共同的希望。陈东俊，你，陈东俊，你莫阁想要用囡仔，甲雅姐哥哥争啊！雅姐已经讲啊，囡仔无去啊，阁拖落去，只会更加歹看尔。雅姐啊！我还拜托你啊！既然你愿意来看我，那你就表示哦，你是就你哎，雅姐卡好咧。雅姐今仔也来找你，就是想要我应该你找好你。啊，若无，直接给法院啊，和法院宣判恁两个离婚呐，嘛是会用的。妈，你俩拄好啦，雅姐要跟我离婚的，你赶紧想办法阻止伊啦。你拢遐尔要求，要爱伊的命，伊干那想要跟你离婚，已经是对你足仁慈。妈，你应该好好休养，那走出来。我知影你在处理代志，我无来甲你转啥物那样的。妈，你哪来讲啊？我都已经甲雅姐讲，我有我娘后悔啊。这世界啥物药啊拢有，就是无后悔药啊。当初雅姐一直甲你苦个，叫你唔通阁继续对你迄个唔食老爸继续做歹，你敢有听？你无？你无说伊甲林子健发生关系，也是原谅伊啊，莫原谅你，你敢有够气？你敢有珍惜？你莫无。妈，我即摆已经走投无路啊呢，上无你嘛先甲我报出去，安尼我唔才有法度弥补雅姐。而且你敢知影，我甲雅姐还佫伫个呢。我够无人性的你，拢什么时阵啊？规个头壳是我，拢是你家己，甚至用无家己呐，你好也一个未来让伊痛苦。我无，我无，我是真心忏悔啊！哪呢？弥补雅姐的头前，都是紧甲离婚协议书签签的。我不爱签，我死都不爱签啊！不爱签，不爱签啊！我就知影你会安尼，来啦，还佫有足多。
是无要签你，等伊那嘛是。你对雅杰做出汉尼亚丧尽天良的代志，你个想要安怎？个想要继续听音？我不准！妈，卖叫我！你快叫雅杰，就算讲你傻死人，你都也袂少。做人唔当这苦，你若是够淡薄良心，就伊那去搞的。你别安尼啦，都是伊家己选的，跟你无关系，伊都爱跟你心疼。麦克，陈东俊。这离婚协议书，我会马上提给律师处理，予你甲雅杰赶紧找予你，看你是要安怎避鬼避鬼。江超强，你来找我做啥？阿唐姐，你总算是愿意开门哦。我阁想讲，你无想要跟我见面。五年啊，五年无见面啊。较早就是安尼叫我唐姐，即摆竟然变到这样有礼貌，我就无惯习。就久无看，嘴较甜，安尼有好无歹。今天来叫我讲。哦。你就是那神秘人。不怪啊，唐姐，你演那鲁肃洛应该人家出神入化，该陈东俊配个玲珑色。既然你拢知影，我嘛无需要问你啊。哟，野人就是我。那你的目的是啥？你甲陈东俊也无熟识，也无可能是甲我斗相共才安尼做诶。唐姐。你先放好轻松，来来来来，坐啦，对哦，哎，豆豆听我讲哈，哎，是安尼啦，我去引导以后，才发现陈东俊一直咧找一个冷冻柜。算了，我才知影，原来这冷冻柜内底有杜光亮尸体，还佮有凶器。讲起来哦，因阿婆真衰，互我知影这个秘密。你的意思是，把杜光亮的冷冻柜刷走，甲后尾就敢那出现的是你？唐姐，你嘛知影我主持人，就爱耍那猫抓老鼠的游戏，会当四界放火，
可以当甲你陈东俊哦，行家庭东西，是不是就注意？后来我才知影，原来你嘛有参一卡。想袂到，你甲雅琪个阁是伫咧过啊，就实在好姊妹仔伴。我当然嘛爱听你。敢毋是遮尔简单？你只是好心要甲我斗相共，无其他个企图。哦，你放心啦、啊，我绝对毋是替阮爸咧找你个下路，我嘛无需要安尼做啊。你想看卖，我若真正要找你个麻烦，我嘛无需要救个陈文瑶啊。我目睭已经看恁失败就好啊。我敢会当问你一个问题啊？啥物问题？迄五年前，你甲阮爸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是毋是起啥物足严重个冲突？若无你哪会蔡军就离家出走五年啊？我甲厝内底个人联络。你应该有问恁爸，恁爸安怎甲你讲个？伊哪有可能老实甲我讲啊？是我家己感觉这代志无遐尔单纯啊，我就想不通。啊，一家伙啊，哪有啥物过年寿的？假使讲你有啥物无法度过的心病，你甲我讲，我会当替你甲阮爸讲看卖。看起来阿伯应该无甲超强讲迄天的真相，啊，若无，伊就毋是即款态度啊。你若无讲话，堂姐啊，你无愿意相信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真正无啥物需要解释。敢袂当请你先莫甲恁爸讲，记着我的代志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会甲阿爸好好讲的。哦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你若无想要甲我讲，我嘛袂甲你勉强的。多谢你。小雅，不是要讲话，搁吞落，要讲啥？我是要讲，你这久无练，唱法还是赶快做准的。给讲，对啦，小雅，我嘛要恭喜你，你完成你头一步的任务。这嘛无需要你讲，莫以为我是少爷，你就安尼讲话。我是真心佩服少爷，头脑好，计划周全。你看，因倒一个人会当得出你的手掌心。啊，搁有啦，我感觉命运之神哦，就是徛在你这边。哎，超越小姐离家出走失踪这么久啊！最后嘛是互你找到，这话若是别人讲，我就感觉有一支嘴好累累。啊，不过你讲哦，我就感觉今日最中肯。用我讲的，拢是我的心内话。心内话啊，安尼就真心相见咯。都要处理一件代志，陈东俊。陈东俊，阿姨不是要让少爷去送去吃免一份啊？伊即马是众叛亲离，就风尘就一个跋落水的人，为一个锁啊，你想伊安怎做？伊会抓条条，然后做感激的人。所以我这个时阵，让伊一个任务去执行，伊绝对袂含糊的。安尼，我最后的计划才算是完全的成功。计划的目标，敢是林子倩啊？少爷，你想要设一个局，让林子倩来挽回你，啊，让陈东俊来感激你啊？计划书甲施舍恩情，才是阮爸进击之处内底上重要、上关键的。少爷，啊，讲实在话啊，你敢讲你袂惊？啊，是顶个进击之术。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呢。惊，惊。就是要食过河，跳过岸，安尼毋才刺激，才有挑战性。